生有时，死有时，医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护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D 一百有，医护同行。主持：注册护士卢婉仪。好啦，又嚟到医护同行啦，好笑啊！四位，梗美女啦，死人都讲。咁咧就应该有啲熟口熟面啦。Kimmy 嚟过噶啦 ，Hello， 又系我啊，系啦。咁 Kimmy 今集嚟到咧，就话要介绍两位爱徒，跟住我就话有几爱啊，佢即刻窒一窒，吓乜要讲噶？我梗系要讲啦。今日话明个 topic 系讲扎土司啊嘛。咁但系你话爱徒啊嘛，咁你点样去形容你嘅爱呢？我嘅爱有好多噶，嗱，例如咧，佢哋有好多嘅疑难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会好悉心咁样去解答佢啦。咁无论喺私事或者公事上面咧，我哋都释放到我哋嘅爱心嘅，即系好悉心嘅栽培，你哋会有呢个母爱嘅存在，系嘛？系完全符合我嘅职业，系咪？系啦，再加上我嘅本身嘅人格，系咪？因为我有两个细路仔，系咪？系啦，咁跟住咧就点解佢又成为你嘅？爱徒除了你的母爱的发挥之外，就应该他们的有出色的表现令到他被你爱了。首先来讲，就他们本身自己是一个很勤力的一个学生啦，一个人才啦，应该这样讲。同埋在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你会给一个建议他，但是当他会不会听你讲是另外一回事来的。但是当你给一个建议而他又会尝试去跟住你的方向去行嘅时候，而佢又得到佢嘅成功嘅话咧，咁某程度上我哋都好替佢哋开心咯。所以咧，你第一集即系其实陆陆续续咧，Kimmy 都话啊，俾啲学生嚟做一啲访问啊，或者系分享嘅话都好嘅，因为其实大家每个人接触嘅人都唔同啦，可能有嘅故事都唔同啦。系啊，咁我哋今次啊尝试下啦，俾学生啦、Carmen 啊同埋 Cherry 去分享一下，即系做咗扎土司啦，叫做系啦。咁见到嘅人啊，或者佢点解当中点解会去选择去学习呢一件事啦，咁而同大家分享嘛。係啊，咁你第一个想介绍嘅系边位啊？第一个介绍梗系坐喺你隔篱，系啦，咁啊同你即系特别贴近嘅卡文啦，好啦，系啦，卡文请讲下先，系啦，不如你讲下卡文嘅背景先啦。卡文啊，嗱，卡文咧系我第一批嘅学生，咁佢第一次见佢嘅时候咧，认识佢都印象好深嘅，咁因为始终即系第一批嘅学生啦，咁你感觉上就系话啊，即系你仲要再咁，我自己都紧张噶嘛，系咪先话晒第一批咁样，咁首先就嚟一个自我介绍先嘅，咁我哋一定有噶啦。咁我介绍完我自己之后咧，咁我哋就好希望即系认识一下佢哋，等即系可以吓破冰先啦，系咪先呢啲？咁跟住之后咧，佢就比较感触啲嘅一个同学仔嚟嘅，系啦。咁同埋佢第一次见咧，佢都几愿意去讲佢自己嘅嘢俾你听。咁某程度上，同埋佢唔系一个人嚟学噶，佢系拉咗佢个嗰个系边个 ？Sorry， 姨仔啊，唔系。弟父，弟父系啦，佢拉咗佢嘅弟父嚟学啦。咁同埋咧，你本身你学嗰一样嘢嘅时候咧，你系你一个人嚟学，咁你可以同同学仔夹啦。咁跟住之后咧，咁你翻嚟又要练习噶嘛。咁我话你真系啱晒。嗱，你搵埋阿弟父嚟之余咧，首先拎咗啲同行优惠先，然后再攞其他折扣。系啦，攞啲用钱啊，攞完啲同行优惠，再攞埋啲 early bird 折扣咁样。咁啊攞晒之后咧，跟住之后咧就再有一个 partner 咧陪你一齐练，之后自肥一下。咁我觉得非常之好，佢呢个策略都做得唔错嘅。咁同埋再后者就係佢上完堂之后啦，咁佢係佢一个几多问题嘅一个学生嚟㗎。佢嘅问题係好多海量，係啦，问到你係好笃㗎，真係问到你好笃，问到你答到佢为止。就算呢，你可能其实同埋呢有啲位置就係你同佢讲呢，可能明明个答案係 A 嘅，咁但係佢係捞唔到，佢真係 get 唔到你讲咩，咁你就要搵个第二个方法去答
佢，咁佢就会知道你讲紧乜嘢啦。咁、我谂都多多少少都因为呢一个嘅缘分啦。咁啊，再加上就系佢嘅专业啦。咁啊，系啦，咁啊，所以导致到我哋你爱啦，爱徒啦，成为佢唔止系我爱徒咁简单啊，佢而家已经系我嘅合作伙伴嚟噶啦，系、啊， okay, 好。咁所以咧就要卡文介紹自己啦嚇，咁你嘅老師咧就已經係讚到你咧，就大家都知道噶啦，嗰種愛咧就已經溢於面上噶啦。咁啊，卡文可唔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啊？系，我系卡文啦，叫做，咁就系一个注册护士嚟嘅，原本嘅职业。谜底揭开，点解咁多嘢问啦？系，因为佢好多嘅常识咧，就令到佢会识问你嘢啦。嗯，好，系啦。咁啊，跟住之后，我过往十二年都喺医院度工作嘅。嗯，系啦。咁跟住后屘上年就离开咗医院，系啦，咁就而家都继续系一名护士嚟嘅，但系同时间都系一个扎图师，亦都系一个催乳师，系啦。咁通常咧，我自己就成日俾人问噶啦，离开咗医院咧，竟然啊会有人问我，咁你系咪仲系护士啊？即系我想同大家讲咧，我哋护士系一个牌嚟嘅。就唔係喺醫院先叫護士嘅，個牌拎咗起身咧就係終身職業。你可以唔做護士，但個牌就跟住我，係我用唔用呢個牌嘅啫。咁所以咧，就算離開醫院咧，佢都係一名護士。只不過我以下嘅問題咧，第時你哋識問啦。咁請問你而家做緊啲乜嘢啊？我而家就喺一間建築公司裏邊，係啦，做細啦。哦、，OK， 系啦，即系人哋嘅驻场护士，系啦，一啲系啦，吓，因为其实有好多地方咧都会请一个护士，正如咧有啲咧就系嘅社工啦，都有系学校嘅社工啦，唔同地方都有唔需要嘅护士啦，有啲系诊所请啦，咁啊有啲系自己做生意啦，咁但系佢都系用紧佢嘅专业牌去做嘅，咁解，所以咧第时识问我哋啦，即系正如咧就专业牌之后咧就我哋系好多工作嘅范畴都系可以应用到咁解啦。好啦，咁个扎兔事业咁系几时开始啊？几时应该就系旧年啦，系咪？即系有牌啦，跟住就 resign 就做啦。唔系，应该系前年。其实前年学咗呢个扎兔呢个技能啦，叫系啦。跟住之后就思前想后嘅、其实嗰阵时谂住系学多样技能嘅啫，系啦，因为嗰阵时你知 Covid 啦、，Covid 就我你唔休个噃，你唔使学多门技艺噶、哦，但系嗰阵时咧就因为之前储落啲假，我冇嘢做，系啦，真系跟住咧又冇旅行去，跟住又冇得去旅行咯，咁跟住之后，你唔读下 Master， 通常啲护士走嚟读书噶喎。其实我最怕读书 ，OK， 系啦，我最怕读书，但系要读我都会读嘅，系啦，始终都系要进修嘅，系啦。咁但系不如学啲有兴趣嘅嘢啦，系啦。咁其实我以前过往咧就喺妇产科，即系我哋话啱啱生完 BB 嘅部门度做嘅。你考咗 midwife 未啊？我唔系 midwife， 我系专职系照顾 BB 嘅，系啦，一啲我哋话 postnatal 系啦，即系一啲初生婴儿系啦，咁样照顾啲初生婴儿嘅，系啦。咁我唔怪之有啲兴趣啦。系啦，咁啊谂嗰阵时不如学一样关于即系自己好似系仲喺嗰个 comfort zone 里边搵一样技能啦咁样。咁嗰阵时就啲妈咪喺度讲扎图，咁我就不如了解一下啦，咁你就 Instagram 度睇咯喎。我是 Facebook， 哦系啦，咁啊揾到 sister 啦，系啦，咁啊，咁跟住之后咧，其实我都好烦噶啦，我谂佢哋应该已经 sense 到我咧，系好多问题，海量嘅问题不停咁问嘅。我哋通常形容呢啲叫鬼嚟嘅，应该系都唔系认认真真嘅，都唔知系咪 check 我睇我底细嘅人，你冇咁样怀疑过嘅咩？好少喎、啊！你如果咁樣懷疑咧，所有 message 都唔使覆噶啦，因為真係好海量噶，同埋啲問題係林林種種，同埋係真係千變萬化，同埋咧你會你唔我哋答得多咧，你會知道其實佢真係係唔係鬼嘅，係啊，因為佢問啲嘢係佢深得嚟，即係或者應該咁講，佢好深入地去問你嗰樣嘢。其實調翻轉個角度，都係嗰句啦。佢問得你，其實佢真係好想好有興趣知呢件事。有陣時我哋遇著有啲客人咧，佢即係我哋講緊我哋服務嘅客户啦。你看似佢好多嘢問，好似好麻煩，但係咧佢係最
会成事的一单生意。嗯，系啊，最会容易成事。但你头先讲咧 ，Carmen 系你第一班嘅学生嚟噶嘛？咁哇死啦！你答海量嘅问题，你都未收生，我谂你都用晒时间去凑啲客户、啊、叫做。咁你唔凑，咁佢又点样嚟你嗰度咧？咁你用咗几耐嘅时间凑得成你嘅嗰班咧？由招生到开班，其实一般咧，如果以一个marketing 嚟计算咧，正常你一个广告你要出去，你要有反应翻嚟咧，都要差唔多系两至三个月嘅时间嘅。哦，系啊，两至三个月的時間。即系你都同佢咁样嚟嚟去都三个月噶咯。应该冇，唔系喺个喺个海嗰度，即系呢个可能广告或者呢个 post 系行咗成个海嗰度行咗三个月，咁你唔知几时咧先至跌到落去佢嗰度。咁你几时开始决定要上堂啊？哦，应该倾咗一个礼拜，差唔多咯，系正常啦，一个礼拜系正常嘅。嘅试嘅时系俾我吓亲我嘅，系。你知道我哋收工几夜噶啦，以前轮班啊嘛，收十点十一点咁样，跟住我谂住问完听日先答噶啦，即刻答我，跟住话吓咩事啊，应该 CS 咁样，跟住因为佢本人嚟噶嘛，系咪？零之前系嘅，之前系嘅，系啦，系啦，好热衷嚟，一定系本人嚟啦。咁我其实我唔知佢系啱啱第一班嘅，但系我问嘅问题咧，我记得我问咗一条问题，好得意嘅，我就问佢，其实市面上咧而家好多扎套课程咧，都系又唔知咩 level one、level two 咁样啦。咁我话点解你哋得四日？即系一次有四日，嗰啲系两日。一个课程嘅，咁又点解四日？我话有咩分别？咁我问咗佢哋，咁佢就真系好耐心答我个分别，可能有啲咩唔同，就譬如 level one 可能系最 basic 嘅，咁跟住佢话而家佢就四日就系去交功课啦，跟住之后又要教你一啲理论啦，跟住要你扎啦，又要考试啦，咁样答你，咁佢哋好耐心答我呢个问题啦，咁跟住我就发现，咦，佢哋真系坚答到我里边嘅课程系有啲咩内容，其他 CS 系答唔到嘅。佢话就系一个格浅啲，一个深啲啦，咁样进阶版咁样咯，即系佢哋就系答我。咁我觉得呢一方面我系，咦，呢个有料到啲，有料到啲，答多我想去啲咩，同埋嗰张 shot 有咩唔同咁样，系啦。咁我就最后就一个礼拜就博取啦。就揀咗 sister 做我扎套嘅学校啦。好啦，咁你去读嘅过程里面咧，你感受到系好容易啊，好难啊，定抑或好专业咧咁样？我觉得咧，第一下嘅时候咧，因为其实理论我哋系。似我哋以前读嘅知识方面嘅层面噶嘛，其实嗰个我好易 pick up 到嘅，系啦。但系咧去到扎咧，我咧我发现系因为三个学生啊嘛，我系最蠢嗰个嚟嘅，真系啊 ，Kim 系手把手教咗我一个结咋吓，扎咗我半个钟。我话点扭极都扭唔到，我明明我只手都唔系太差嘅，即系啲手指都唔系咁灵活啊，但系点解做嘅都做唔到嘅？扭嗰对花扭极都扭唔出嚟，扭唔到，系啦，就系扭唔到第一个结啫。我死啦，点算啊？扭极，但系其他同学已经扎到一半噶啦，扎到一半，跟住我就死啦咁啊。跟住但系佢哋就系好认真，真系。一下一下你做得唔好，因为佢又唔想你伤只手，即系一学坏个手势你就伤只手。咁佢就话你应该系要咁样做，即系重复再重复做一次。咁我就觉得，哇！佢哋真系一个专业，同亦都有佢哋嘅经验喺度话俾你听。佢哋系，咦？佢觉得你呢个 A 嘅方法唔得，就用佢哋嘅经验就话，咦？不如你只手系咁样做，或者用一个 B 嘅方法去做呢一个动作出嚟啦。咁样系啦。咁你喺学嘅过程里边咧，会唔会觉得？理论咧，其实都系一般啦。我哋读开 anatomy 啊，即系解剖啊，都系嗰啲啦。咁样即系都唔系深嘅，但系咧唔系理论一定要有嘅。但系最难唔喺理论度，应该系个手艺嗰度，你要攞到个位，感觉到同埋个灵巧性吓，嗰个就考到你好大嘅功夫。同埋其实个精要唔系我要你考试，我唔系好似我哋医人咁有个断症啊嘛。系啦，其实喂大佬，我揾得你扎套，我梗系要。
靓啦，个手势好啦，咁呢个系好紧要，而个师傅就紧要啦，因为佢系真系手把手去真手教你啊嘛。系啦，呢个就佢哋譬如我突然间可能谂到有啲，佢哋谂到有啲 case 啊，因为你个个妈咪嘅身形都唔同噶嘛。咁跟住佢可能我哋同时间三个学生喺度啦，三个身形都唔同噶嘛，即系有啲有一个系有两个小朋友嘅，咁我同另一个朋友就系、是、我系以前护士走动多啦，佢系 office 嘅，咁你出嚟嘅身形都会有唔同噶嘛。身體問題都不同的嘛，他真的會用他們的經驗、你遇到一個這樣的媽咪，你應該其實可以怎樣做怎樣做、是的，這個你會見到他們其實他們真的有經驗的，有經驗是話到給你聽的、跟我們好像以前真的掂下去都是咦跟你說的質感都是一樣 的, 一樣的、你但是以前姑娘就可能你斷症佢係呢個病，就落呢啲治療啦，或者呢啲 treatment 啦，咁就唔同咯。即係佢原來有 A、B、C、D 嘅變化嘅，係啦，咁樣咯。好啦，咁就係跟住就係畢咗業之後，都係讀四日啫，係啦。但你應該練習時間唔夠嘅噃，唔夠噶。咁你點揾第一個客啊？第一个客嗰阵时系啱啱我朋友，就真系好朋友嚟嘅，真系好朋友先俾你啦，系啦，真系好冇人可以俾我噶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就 best friend， 我话你有咗啊，话不如你俾我扎肚啦，咁样，咁佢就哦好啊，咁样，咁佢就嚟啦，咁样，咁系话我几时生啊，咁样，咁你就留个时间俾我啦，咁，真系坚后俾你，真系坚后，系啊，我都冇谂过佢咁信任我嘅，系啦，因为其实系。是第二个小朋友噶啦，系啦，亦都第二次扎肚嗰次，咁我就哇有比较噶、哦，系啦有比较，我就以为哇惊噶、哦，我惊啊，系咯，系啊，即系你都会唉会唔会冇效果或者扎得唔好、因为始终自己第一次啊嘛，系系啦，咁点知个结果我都好紧张想知道，系。那个结果呢就是我没想过我的朋友本身是脊柱有些即小问题的。是啦这样。那我们很多时候就可能你会见到有些 S 型的。那我说死啦你课堂学得一条直不甩这样的嘛这样。他是真的弯的。那我就啊有个问题死啦我就即刻我是第一日之后发现之后就开WhatsApp group 哦 ，Miss 有問題啊，即係個 group 個名係話，我要求救啊，我即刻係啦。咁佢哋呼得好快，即係話啊，你可以應該要，譬如條脊骨你按摩應該唔好揀嚟，你要順住佢條脊骨去先，等佢按得舒服啲。咁我發現，咦，做完之後第二日做用呢個方法做啦。个朋友真系舒服啲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咦，同埋一路扎咧，系一路问我，系每一日都有新问题问我，我两个 miss 啦，咁跟住之后咧就最后咧，我 friend 系有封利是俾我嘅。系啦，即使佢你佢咪咪住，系朋友俾利是你，唔系，定因为你真系好，同埋有比较之下嘅好咧。其实我朋友话，因为佢之前我扎咧系一个结一个结嗰只嘅，咁你见到可能有啲扎肚就系一块布咁样就咁，好似螺旋纹上嘅，系啦，因为系两个诶，一个印尼式，一个系系咪马嚟马来西亚？你睇佢仲系王老师，系啦，求救，系啦，咁咧跟住之后就系有两个方式嘅，咁佢就系、是、之前系螺旋式咁样上，我嗰个系有即系我哋有结咧，系因为有腰线上，咁跟住之后话呢个系出嚟个腰线个感觉系明显啲嘅，系、啦，所以佢就多 谢你啦，系啦，因为你嘥嘅心机系会多咗嘅，唔系嘥系用嘅心机系会多咗嘅。佢话按摩上边系佢真系觉得佢之前好紧好。紧嘅背脊，系真系明显放松咗好多。咁、嗰封利是唔论大小啦，你已经开心到爆，因为你谂住系唔收钱嘅。我谂住其实少少居马费咯，就系系啦，系咁佢亦都好抵啦，系啦，好开心啦，系咪？有个专业人士帮佢咁样，系啊，佢会觉得除咗个医疗，即系除咗个扎肚，仲有一个专业嘅人喺度，佢哋系安心好多嘅，实在系。好啦，咁跟住咧，Sister 又仲有提升嘅課程噶？嚇，係啊，要生存噶嘛！啲marketing 口吻啊，大佬，因為我睇到咧，你麥當勞，你麥當勞都有好多個餐食啦。係啦，咁跟住，同埋你跟住之後，係咪已經開始有啲心動想離開醫院而自己創業噶？嗰陣時其實咧就即係半推半拱咯，係係啦，都開始多人揾你啦，多人。即係開始有啲即係朋友介紹啦，開始係啦，咁同埋以前啊想
离开以前的环境，可能转下新环境，咁所以萌生呢个意念啦，系啦，意念啦，系啦，咁嗰阵时又想，因为以前翻 shift 啊嘛，亦都咁讲，系啦，想啊试下好似稳定啲咯个时间，系啦，咁跟住原来呢个 marketing 咧就仲有好多课程俾佢上，咁就唔系得一把刀啦，就可以有十把刀啦，咁你就继续读佢啲课程，又可以提升自己啦，系嘛，咁跟住我又见到啦个课程里边咧，原来有热石按摩嘅，系。你又喜欢的，我就喜欢被人按，你又喜欢 搞人家。因为呢你学了之后感觉是其实我先生他本身条那个叫颈是不舒服。咁跟住呢同埋开始扎多两个时候呢，你发现你自己嘅技能不足，应该讲技术开始。唔系技术不足，你技术够嘅，应该个板斧原来只系扎套唔够，佢哋嘅要求应该更加多，所以你应该要多啲去提供更加多元化嘅服务俾佢哋。因为生产唔系只系得扎套有问题㗎嘛，睇腰酸背痛一定有啦，跟住手腕啊嗰啲全部胃B啊嗰啲出晒问题㗎啦。同埋你都咁讲，你想自己唔系淨係单一条线去做按摩啦，服务啦，系啦，你想多啲选择啦，亦都咁，同时亦都系一个方法增加自己收入啦，系啦，咁你就所以会学，开始学延伸就多线发展，即系叫行多两条线，学多少少。你除咗扎套，原来有其他课程噶？系啊，你有咩课程讲下？我俾你讲啊，做乜啫？咁其实本身我哋扎肚四天嗰个课程系最王牌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就会有我哋因为其实想配合翻成个叫产前产后护理啊。咁我哋扎肚其实系产后啦。咁其实产前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热石孕妇按摩嘅课程。咁其实一般坊间就可能讲紧都系纯粹系孕妇按摩啦，即系教导咁样。咁其实我哋就特意系加咗一个热石喺上面，咁因为其实本身妈咪怀孕嘅时候，其实又会水肿啦只脚仔，咁跟住之后咧又学你咁讲，即系佢梗晒啦，跟住之后咧腰酸又背痛啦，咁其实如果你纯人手去做一个按摩嘅话，因为你都唔会点样去落其他仪器机啦，嗰一个 moment 啫，佢又有 B B， 咁我哋就会希望就话我哋有冇啲乜嘢嘅工具可以令到佢成件事做得更理想，个效果更长咧，咁样，咁我哋就特登就加咗个热石喺嗰度，咁就去教佢哋嘅时候咧，就可以希望。可以透过一个工具令到你自己的劳损冇咁多啦，个妈咪又会舒服啲啦，从而令到你哋个收入可以提升啦。咁我哋就会有介绍，譬如可能热石孕妇按摩啊，咁跟住之后咧，好多时妈咪因为怀孕嘅关系啦，咁就会有一啲叫盆骨前倾啦、盆骨后倾啦，咁同埋佢哋女孩子好中意咁样孭手袋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啲膊头又歪晒。咁你点搞咧？我哋会有一啲三天嘅上肢同埋盆骨。嘅課程我哋會教授翻嘅，咁我哋就會係特登係教三日咯，因為其實你成條脊咁基本上你係楞住曬，做啲乜嘢啊？主要協助佢哋處理圓肩啦、富貴包啦、用咩方法？我哋先放鬆曬佢嘅肌肉，跟住之後慢慢地咧幫佢調翻佢嘅脊嗰個位，即係類似係我哋，因為啱啱都做過幾集訪問就係尾骨啦，即係有啲推啊，有啲埋位咁樣，少少嘅埋位，我哋唔想佢哋好似即係。拍骨咁样，即系令到个妈咪有一个惊啊，因为唔系好多闲友去做开呢一啲咁样嘅疗程啦。咁我哋希望系即系有啲轻轻油啲，系啦油啲，同埋再加上就系我哋有少少唔同就系，因为我哋真系去十日，咁变相你真系可以慢慢地同佢 tune。咁某程度上系你以慢慢地油油地慢慢同佢做嘅话咧，其实件事系会做得靓好多。即使佢系舒缓性啦，因为其实你又有热敷啦，个人放松。松咗之后，你慢慢同佢推翻好啲骨啊，即系咁样，令到佢有一个舒缓嘅作用啦。系啊，系咁就又有呢啲课程咁样。有啊，系啊，咁啊唔止啊，跟住仲有你仲有好多噶，系啊，仲有催乳，催乳啊，系啊，催乳嗰度就我哋都好开心啦。咁啊，本身Carmen 系即系姑娘啦，以佢嘅专业嘅知识啦，再加上佢做开产房啦，跟住之后佢亦都有系读咗一啲相关嘅母乳。
嘅課程啦。咁、我哋亦都覺得合作，點解我話係合作夥伴呢？咁因為其實我哋後來咧，我哋覺得喂真係好 OK 喎，成件事大家都幾好啊，個關係唔錯啦咁樣。咁我哋就誠意邀請佢咧，可唔可以幫我哋去教我哋嘅母語指導嘅課程？咁我哋本身母語指導課程，我哋係有三個手法。有冇？我記得我上次都有講過，而家咧啲媽咪咧係有呢、一個人奶控啊，人奶控嘅定義就係唔得噶，我一定要喂人奶噶，冇人奶喂我搞唔掂噶，唔可以噶，no 噶，唔得噶咁樣。咁當然啦，呢、這個心態上我哋都會同佢調節嘅。咁但係有啲媽媽佢真係好想好想喂人奶嘅時候，咁我哋就會有一啲嘅療程去即係提供俾佢哋啦。咁你有療程咁自然緊係有呢、這、一個治療師去協助佢做呢件事啦。咁我哋就培育我哋嘅治療師去做呢一啲嘅母語指導嘅。即是所以頭先由愛徒就變咗 partner 啦。係啊，因為阿 Carmen 本身都仲有一個即係技術啦，就係、是、做催語師啦。嗰時喺邊度學噶？催語師喺邊度學？冇，其實咧係過往嗰十年嘅經驗嚟嘅，係啦，因為喺我喺初生兒部係啦，咁啊專責照顧 B B 嘅，咁同時間亦都會教媽咪喂人奶，係啦，咁係嗰十年經驗去累積翻嚟嘅，係啦，即使都係我哋即係我哋學開嗰啲即係叫做喂人奶嘅技巧啦，喺嗰度就去變為一個催乳師㗎嘛，係啦，咁聽完之後咧，大家都明好多啦，咁但係下一 part 翻嚟咧就話，咦，好似阿 Cherry 又未講過嘢，或者陣。到嚟啦，咁跟住就仲有就话，原来咧都几出名噶、哦，你哋都有上过其他节目噶、哦，咁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分享一下。生有时，死有时，医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护理疾病最佳嘅方法 D 一百有。医护同行，主持注册护士卢婉仪。好啦，呢一 part 咧就我头先睇到阿 Carmen 有啲资料喎，咁。即系佢都有出过上过其他节目嘅喎，系咪因为你爱徒你去推佢？唔系喎，调翻转喎，系我反而咧嗰一次咧系阿卡文邀请翻我哋，因为佢都系被邀请嗰、那个。点解你会被邀请去咗 Will TV？ 系咯，系因为啱啱咁啱得咁巧系有一位朋友，系啦，咁佢就帮个节目。要找嘉宾哦，系啦，咁样即系你朋友嚟嘅咁样，系咁样，咁跟住佢就邀请啊，你冇兴趣啊，咁样，咁跟住之后我话 OK 啊，咁样，咁佢就需要啱啱系嗰个行业就系扎图师哦，咁佢又冇话啊，你有冇朋友认识嘅，咁都愿意上节目，咁就所以邀请埋 Kimmy 系啦，咁啊上去啦，你有嗰、那个。即系我有睇过个预告啦，即系咩晚吹又要威又要戴头盔，你两个有冇戴住头盔上去噶？第一下梗系有戴住啦，全部都戴晒噶，系啊。咁跟住之后后来佢都会有问你哋介唔介意除头盔啊？咁样咁就梗系除晒啦，因为见得人噶嘛，系戴晒口罩嘅，同埋系。咁啊几好玩喎！咁跟住咧又话 sister 提名系优点啊？你要搞埋比赛啊？个比赛唔系我哋搞嘅，不过咧我哋咧有一个叫做奖学金嘅计划嘅，咁。其实主要都是希望可以鼓励翻我哋嘅同学仔喺佢哋课堂上面嘅表现啦，跟住之后完咗堂之后，你哋即系出到去事业嘅发展上面嘅表现啦，咁样咁我哋从而亦都系即系挑选咗一啲某部分嘅学生啦去参加呢啲比赛咯。咁你除咗拣啊？Carmen 之外，你仲有冇拣 Cherry 啊？我有拣啊，我因为因为你带得你，你冇理由唔介佢噶嘛，我哋拣咗十位，好尴尬，我即刻我成日惊。我哋喺大概系嗰阵时应该系百零个学生左右啦，系啊，咁我哋挑选咗十位嘅同学仔去参加嘅，系啦，咁啊成绩系确实唔错。咁 Cherry 咧，当时我哋嗰个国际赛定系？
是怎样的个比赛？其实本身呢在出面呢都会有很多，其实我们都讲的就很多证书啦，即是不同的证书啦。其实证书本身是一个国家是有韩国啊、中国啊、哦、美国啊、英国啊，嗯嗯，即是有很多不同的国家的认证机构。嗯嗯嗯，他们呢都会是在一个大概一年左右啦，每一年啦，嗯，会做一次呢这一些的大型的比赛的颁奖礼。嗯，从而呢在入面呢就是挑选回一些即是好优秀的同学仔出来，咁，嗯，再加以表扬咁样嘅，咁，嗯，会有一啲嘅颁奖礼啦，咁同埋会希望佢哋可以即係透过呢一啲咁样嘅现场比赛嘅经验啦，跟住之后呢可以增润到佢哋自己嘅个人嘅经历，係，嗯，呀。咁同埋都我成日都有鼓励我哋嘅学生嘅，你希望想喺个市场上面去即係有一个职位啦，应该咁讲，你淨係话俾自己听，哎，我得㗎，我 OK 㗎，其实唔係唔 OK， 只不过係话你要让人哋去了解你，你要让人哋去认识你。係，嗯，呀，啊。咁个个都係杂图师，我有100个杂图师，我有100个产前产后护理师，请问我凭乜嘢我要揀你呢？係，嗯，啦，咁你一定要有你自己嘅个人之处，我哋先至会去会揀你囉。咁，你就要话俾人哋听究竟你嘅个人之处喺边度囉，你唔係收埋咗喺个床下底嗰度就话啊係呀，啊，我点点点，唔係啦，你要攞出嚟俾人睇囉。哎呀，嗱，咁卡文咧就有少少优势，就可能系本身系护士啦。咁 Cherry 咧，嗯，Cherry 本身点解会入呢一行啦，啊，同埋会会拣阿 Sister 为你老师啦，啊，咁样，唔好咁样要俾人，即系我好似俾你拣咁样，我调翻转啦。点解你要拣 Sister， 同埋你会拣做扎套师咧？本身咧，我系一个妈咪咧，全职嘅妈咪，咁我要照顾两个小朋友，嗯，咁。小朋友小个咧嗰阵时就好好搞嘅，咁屋企又好松动嘅啲开支，咁，就一直直至慢慢时间开始大啦，小朋友大个，跟住开支多啦，咁，但系本身自己咧系一个妈咪，咁，你知道女人咧就好贪靓嘅，咁我就成日都去做运动，但系发觉自己咧做嘅运动咧都系有小肚腩，就开始上网 search 啦，即系开始去搵去减肚腩呢啲情怎样去减到个肚腩啊，跟住个Google 就好醒嘅，佢就可以一个字眼咧就可以弹晒好多嘢出嚟嘅。咁，佢从而喺嗰度咧，我就识到扎兔，系，啦，即系认识到原来扎兔咧可以帮我哋收翻嘅线条，哦，可以好靓咁样。咁，但系发觉哇，原来坊间啲扎兔咧真系好贵啊！咁屋企已经系你而家都唔收得，你而家都唔系收得平啊！我想讲出嚟，真系咁。唔係喎，有啲人咧就係咁喎，我去學好貴，不如唔係我俾人做就好貴，不如我自己學完就自肥啦咁樣。係啊，係咪啊？係啊，咁，啊，我咪唔使俾人賺呢嚿錢，我用呢一嚿錢愛嚟去學做導師咯。学做导师嗱 ，Coffee 就系咁啦，系啦 ，Coffee 即系瑜伽导师。佢当时咧，我话吓，我想做运动，我做运动要人哋教，咁我咪一路要俾人哋呢嚿钱去教我咯。不如我自己做导师都系同一嚿钱啫，不如多少少啦。咁我做导师，咁我又可以教人，我自己又系受惠者咯。嗯哼，啊，精明的妇人啊，就因为佢全职做妇人，就会谂呢一样嘢啊。佢要减轻下屋企。嘅負擔啊，就是精明嘅逐嘅幾個，其實都係 support 翻自己嘅，係啦，就係從嗰一刻開始，哇！見到一扎套課程喎，咁，我咪可以學識，我咪自己扎咯，係係係，攞嚿錢俾人賺咯，呢嚿錢，跟住我又可以幫到屋企有啲開支喎，係啦，係啦，跟住開始慢慢就會去揾 Google 去揾好多睇咗好多啲關於扎套嘅嘢啦，咁後屘咧就無意中咧我就。找到这个 sister， 是啦，咁佢咧就无意中人哋有 marketing 嘅，而家怼到最上啦你。咁又未至于，不过咧，Cherry 咧第一间嘅学校咧就并唔系选择我哋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因为其实本身咧，我就系早几年就开始学嘅，咁，学完之后发觉咧，好似都唔系好啱，好合适，咁开始咧就。
发觉手法上咧都好似争啲啦，有好多嘢都好似仲系一知半解咁样啦。即系学咗噶咯，学咗噶啦。咁系咪话肾笨啦？应该话都系咁嘅咁样。定因为你有冇怀疑过间间学校都可能系咁嘅啫噃？咁样有冇怀疑过？嗰刻咧真系有少少开始心淡噶，信唔过啦，应该开始心淡，跟住就但系咧，我又唔因为摆咗一嚿钱出去嘛，摆一嚿钱出去，咁我又唔甘心喎，咁然之后咧，咁似赌徒嘅，止蚀唔制，唔要止蚀，系啦，加住，心笨啊真系，跟住继续上网 search。跟住咧就开始去揾好多好多，跟住我就会留意啲宅兔群组啊，喺 Facebook 见到有啲宅兔嘅群组，跟住就会讲下即系去不停去睇佢，哇！基本上日日都喺度睇，你唔死心啊，蚀咗钱，跟住心有不甘啊，咁啊系啦。跟住咧，系啦，就系佢啦。跟住就开始，点解你凭乜嘢系佢啊？见到我靓女啊？唔系，开始咧就发觉，原来咧，即系发觉 sister 咧有好多嘢咧，都可以帮我解答到问题嘅、哦。因为个 page 里边，你可能有好多嘢已经摆喺里边，令到佢即系明白原来嗰啲嘢就系佢要嘅答案啦。咁样，系啦，所以我就开始就。去 WhatsApp 去問佢哋啦，咁佢又好有耐心咁去解答。嗰陣時頭先咪聽咗半夜三更復咁，嗰陣時我都未開始報課程，佢已經係好細心、好詳盡咁已經解釋。跟住我嚇，我心諗我都未開始報，你已經咁落力咁樣去解答我啲疑難啦。咁我就唔使諗啦，就佢啦咁樣，咁就開始接觸 sister， 開始入去讀啦。係啦，跟住後屘你有分別嘅。因为你读过一班噶咯，跟住再读佢嘅时候，你觉得分别喺边啊？同埋觉得今次冇肾笨啊嘛，系嘛？今次因为佢哋本身咧就小班教学嘅，系啦，咁变咗咧就好多嘢都系手把手去教嘅，系真系你要识去做，同埋要明白嗰个道理，佢先放你走嘅。即系冇条件冇闸系嘛，落闸唔俾闸嗰啲。次次咧放学咧都系要留到最后嘅。你佢哋其实好你都系噶嘛，应该佢要再翻嚟再禁钟啊，再禁钟系啦。咁变咗即系知道啲老师咧真系好有心机啦，即系咁变咗咧就开始就慢慢去认识更加多嘅嘢咯。系啊，咁跟住咧就会喺佢哋，因为一直咁你去开始佢俾咗好多信心我啦，咁我就开始即系好有信心咁就开始行啦，再行大步啲啦。跟住发觉其实市面上都仲有好多竞争啦。咁啊自己咧就好想。自己的個知識更加豐富啲，咁就開始去學習其他課程啦。咁當然我呢刻咧，我就唔需要再考慮啦，因為始終因為啲老師咧，即係你已經係了解，即係大家已經係即係 coach 咗，同埋咧知道佢係一個點樣嘅老師，咁開始咧就會唔使諗啦，直接報啦。咁就開始喺佢嗰度咧報咗好多課程，跟住不停咁去增值自己，即係進修自己咯。咁。其实你都未讲到，咁其实即系当你第一刻入到去，当然系喺你不甘心之下啦，咁即系有啲唔系好好嘅学习嘅经历啦，就揾咗 sister 啦，咁 sister 咧就手把手啦，又小班啦，就令到你好开心啦，或者满意啦，咁真系一路嘅过程里边，你觉得最大分别系喺边啊？佢可以帮到我喺客户上嘅问题，即系好似佢咁啦。老师救命群组咁样系嘛？系啦，即其他咧就系教完就拜拜啦咁样。你会冇咁详尽噶，系啊，你真系一个 WhatsApp 佢真系即刻复你噶。咁又未至於要睇時間嘅，唔係佢真係覆得好快噶。你又點啊？未至於，即係你又更加九秒九發覺佢會覆你，因為咧嗰陣時我都有讀過出邊嘅。哦，你又有讀過㗎？讀過出邊嘅我係啦。我以為你一心就已經見到佢添。我有，因為嗰陣時係時間上，
嗰陣時我係有睇下出面市面嘅催乳課程係點嘅，即係雖然我有呢個經驗啫，但你都會睇下呢個市場，係啦係啦，咁知道出面做緊啲乜嘢咧，係啊咁啊，咁我就嗰陣時佢哋冇依個課程嘅，即係 sister 冇嘅，咁我就報出面另一間學校嘅，跟住我份坐喺度咧，真係其實有個感覺就係不如我講啊！係啊，嗱，所以 sister 你阿 Kimmy 你好叻，你知唔知道我哋呢啲咁嘅質地坐喺度咧，個挑戰性係好強嘅。你就爭少少咧嚟噶啦，我哋啲樣啊，啲説話就嚟噶啦。跟住同埋嗰個老師就係我問佢即係佢一下冇自信㗎，我哋就食住條蛇上㗎啦。點解要咁啫？因為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個知識水平唔達到咧，我哋會挑戰性好強。你諗下，我哋讀書係幾辛苦，我哋攞個牌係幾辛苦。再想知道多啲、深入啲，即係點解會去到嗰個位置？即係自己有依個 basic 喺度啦，但係點樣即係？再好啲咧，或者係因為你要諗下，如果我哋坐得喺度，我哋肯聽你講嘢，即係你好叻啦。咁你好叻係要 convince 到你點叻，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頭先我咁講，你要話俾人哋聽你有幾叻。係啦，同埋我自己覺得係其實除咗知識水平上面，我諗你哋嘅追求度之外，我諗一個實踐上面嘅答案，我覺得你哋係好需要。要啊，因為但係你講理論，佢都話都是那些啦，但起碼都過了關啦。咁你做得到，佢做唔到，咪就係令到 convince 到佢信你啦。呢個係好實際，同埋我有問必答，你又答到我頭頭是道，呢個好緊要。如果我坐喺度，你同我 hea 我，咁咪即係我豬咯。咁呢個係好大我哋嘅侮辱嚟嘅，係啊。咁我哋嚟，我喂，應該係人哋邀請我哋嚟講噶嘛。而家我坐喺度聽你講，咁你個認受性一定要係好高咯。如果我哋 convince 到，我哋坐低聽你講。同埋應該咁講，你亦都咁樣，你出到去嘅時候，你係依個專業啊嘛，係啊，你唔可以點解？即係你做出去，你要覺得自己要比人哋更加多信心，可以喺依方面係更加專業，比其他人更加優秀，係啊，即係咁講。是啊，所以在我哋其實本身自己嘅課程入邊，我哋本身寫啊 ，I mean， 即係我哋去做呢一個課程嘅時候咧，我哋係有除咗係有專業嘅團隊去做，係真係專業嘅團隊，即係唔係講緊。我知啊，因為我哋有講傾。係啊，同埋我哋係俾咗一啲物理治療師啦，我哋俾咗姑娘啦，母語係真係講緊係讀一個嗰啲國際秘語顧問呢一類型嘅係。嘅老師去 proof 個睇過出先至出嘅，係啊，即係我唔希望係知識水平係係啊，都仲埋你本身個課本你嘅知識水平好夠啦，你教嗰個你都要好有呢、這、一個，即係我唔係讀書噶嘛，我唔係讀嗰啲文字俾你聽嘛，譬如點解好似去翻轉頭就話啊 ，final 可能我請阿 Carmen 過嚟幫我哋教妹子，就係因為我哋希望我哋嘅學生除咗喺個課本上面你係能夠有個知識之外，而你嗰個實際上即係媽咪點解個乳頭位係會有一點點白色嘅咩原因啊？我可以點樣處理啊？佢可能同埋咧要知道嘢就係咩咧？學生咧佢嚟咧，其實佢係一張白紙，嗱你唔會知道其實佢喺外邊有冇讀過其他課程，其實佢嚟到真係一張白紙。當一張白紙嘅時候，其實佢唔會識得去問問題，我咁樣講啱唔啱啊？即係佢唔會知道究竟嚇原來呢個係問題嚟㗎嚇，哦原來實際係可以咁樣㗎。你就係需要一個老師係好有經驗，能夠去話到俾佢聽，就話喂你將來可能有機會會遇到咁樣嘅問題啦，咁你應該大概係可以點樣去處理？呢一個就我覺得係冇經驗講唔到，又係一個。好有價值的地方，有些位置不一定是講金錢上面的價值，是講緊佢依個知識，佢能夠可以講到俾你聽，佢能夠教授呢樣嘢俾你聽，其實是很有價值的一樣嘢。所以就大家揀咗啦。咁啦，睇下啦，呢班學生咧咁開心，我睇翻個 PowerPoint 啊，由個 PowerPoint 大家講下啦。最強副業，人哋做咗正業啦，做咗一個係自己專業嘅一個牌，都係一個幾強嘅副業。而家唔被副業啦，你係主業添啦。好，我哋睇下一張啦，係啦 ，Carmen 可以介紹一下啦。你見到依個係我當時係
做喺公誒、醫院工作嗰張誒、護士上嚟嘅，係哇！睇下青春無敵，青春都 OK 啊，而家都後生，即係一年前嘅事啫。咁跟住你見到我就依、這個係我嗰陣時嘅社交媒體嘅第一個 post 嘅、嗯，就介紹自己係啦。咁、其實有啲得意嘅，其實我嗰陣時我係冇諗過要真係開始呢個職業嘅，係啦。咁跟住但係喺Sister 嗰個教學咧有啲得意，我冇諗過佢諗住教你啫，即係教完就走啦。其實我係因為上完個堂先想開始嘅、因為佢哋係喂你學咗，咁你唔通即係就咁袋咗落袋就走咗去咩？咁、你唔用，咁你擺到做咩先？咁、佢就即係好似咧潛移默化，你試下啦，你試下啦，你試下做啦。同埋佢直情真係話俾聽啊，你開個 IG 係點樣開？你應該出啲咩 post 吸引人哋嚟揾你，揾你係啦。咁從而係教埋你啊。系啦，连 marketing 都教埋你，你冇得唔开始啦。咁讲系啦，咁呢个就我出嘅第一个 post 嘅。好啊，系啦，咁啊睇下一张啦。咁跟住你见到我就呢个系第一个客人，即系我嘅朋友仔，系啦，咁就第一次嘅成果照嚟嘅。你孭埋张床去啊？系啊，我嗰阵时第一身裤衫。孭埋张床，因为发现可以坐港铁嘅咩？我唔知喎、啊，系我屋企人都问我，佢话你拎住咁大件行李，你睇下港铁咁高，系咯，唔过车啊！阿老师，你有冇教埋佢过车？我有个，有啦、啊，所以嗱，佢冇过车，但系佢嗰个床有碌嘅下边，可以有个拉住佢行李，都系有碌嘅，系啊。我哋连喺边度买床啦，喺边度买个床套啦、啊，床粒袋都教晒，系啦、啊。系啦，咁啊，咁就嗰、那个你真系好中意啊，系好系啦，咁啊，第一个即系好似一个认可啦，你见到风丽时，我就系所讲嘅就系朋友，咦，第二次扎肚，咁佢就。即系 thank you， 我就俾咗封利是我啦。咁就一个都系我觉得一个纪念，一个认可嚟嘅。好，系啦，睇下一张。咁呢个就系我啊，觉得好似扎肚好似对于我嚟讲系我想学多啲啦，系啦，因为你觉得咦学咗扎肚好似再想学多啲，令到自己更加发展得更加好。咁我就学咗二式按摩，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就啊学完之后真系想咦加入自己嗰个服务里面，令到自己个服务更加完善啦，亦都系妈妈会觉得更加舒服啦喺个过程里面。咁我就出咗第二其中一个 post 系话俾我听，我嚟紧会有呢个意识按摩啦。好，我咪睇下一张啦，就系访问啦。访问啦，系啦。咁呢个就系电视台邀请我去咗做两个节目嘅，其实系一个就系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啦，系啦。咁就讲扎肚师个行业系即系俾人多啲认识嘅，亦都咁讲，因为大家可能市面就系以为系帮妈妈收腰线啦，系啦，咁啊一个产后护理啦，系啦，咁但系我哋亦都讲到啊当中可能一啲辛苦啦，咁系啦，咁跟住之后就另一个节目就系用翻以前自己专业、以前嘅经验，系啦，一啲产后照顾 B B 嘅技巧啦，系啦，咁好。下一张啦，攞奖啦，呢、這个就呢、這个系啦，咁就嗰阵时就好开心，受到 Sister 嘅邀请啦，系啦，咁就系俾佢哋挑选为一个优秀学员之一啦，咁就资助咗去参加呢个比赛，咁最后我都开心嘅，因为其实冇谂过自己，因为一直觉得啊，我学完呢个都系啱啱入行啫，谂住自己都系半桶水咁样，即系未真系话觉得好有表现。咁但系 Bisi 话你得嘅，你试下先啦，因为你都要俾一点样俾一个比，可能一个比赛一个方法认可自己嘅能力。咁我就啊好啦，咁我参加个比赛，咁最后就个作品系拎咗金奖，同时间。都是全场总冠军嚟嘅，系啦，咁呢个就觉得自己系啊，原来自己都系得嘅，得嘅，系啦，自己的能力都 OK 嘅喎，咁样咯，系啦，咁啊下一张啦，咁跟住之后后屘就啊，我就后屘就啊，因为你其实呢个行业你系不停要进修自己噶嘛，同埋你出 post 嘅时候，你都会想吸引多啲妈妈去睇你个 post 啦，咁你就开始啊，再在自己的 IG 里面即整靓啲咧，所以见到都是 I'm Carmen 咁样，但可能个画面就同之前嗰张可能叫
靓咗啦，系啦，我觉得系靓咗嘅，我觉得自己整完上次你系好似要夹住你啊，焗住你，一定要做啊嘛，因为跟住你而家觉得OK 啦，我真系会乖乖地自己做啦，咁你睇下几靓，咁啊睇下一张啦，啲相都比较特别啦，而家好开心啦，咁跟住就受到 sister 邀请，即系老师邀请，咁就帮手教啦，系教崔宇，咁呢个系其中一班学生啦，系睇下一张啦。咁啊，好多呢啲系俾你哋讲座，呢个系 Cherry 系啦 ，Cherry 嘅 Cherry 就有呢啲讲座就呢个系本身自己咧就系一个妈妈啦，咁要兼顾照顾屋企啦，同埋有阵时咧就要出去翻下啲 part time， 咁你要搵一 part time 又可以照顾屋企咧，就唯有系侍应噶啦。原来是你做侍应的地方，咁下一章开始找到你的职业啦，就是做扎土师啦，咁啊睇下你结作啦，下一章系呢个咧就系真系真系都系喺朋友嘅身边开始入手嘅，系第一个真系喺。即系虽然自己的朋友咧，即系已经系生咗好耐啦，咁佢哋咧以前都冇接触过扎套，咁我一样我都系同佢讲翻啦，咁扎套个理念啊嘅原理系点啊，咁佢哋都有兴趣啦，咁然之后就开始去接手帮佢哋扎做呢个疗程咯。咁我哋睇下一张啦，就系、是、你嘅成果啦，同埋呢个咧就系喺 sister。嗰陣時咧，去進修呢個盤修嘅，係啊。咁下邊好多證書啦，係咪？就係、是、下一張，係啦，啲證書幫手啦。呢、這個就係、是、都係一樣，呢、這個就係學完之後覺得，我需要繼續進修自己，所以咧就一下就。在 sister 繼續進修，進修了很多很多的再跳一張，有一張是很威多利士的，就是你的證明，你的是啊，這個就是一個鼓勵啦，是啊，沒錯，就是客人可以真的有一個認可咯，即是他是真的覺得他是真的拜嘅，佢觉得我系真系一个信得过嘅人，同埋一个好 nice 嘅，咁同埋即系喺呢个疗程度咧，即系可以帮到佢解决咗佢所需要嘅问题，所以佢哋就系一个支持咯，一个小小嘅好评都系当一个支持咯。咁而即系之后就成为你嘅职业啦，即系睇下一张啦，就变咗有时间啦，系咪啊？系啊，可以去陪下小朋友啦，下一张啦，系啦，就可以同小朋友一起多啲，即系一起享乐。变咗即系做咗呢一行之后，发觉咧自己多咗时间可以陪屋企人。即系以前做餐厅嘅咧，根本上想搵一餐即系可以一起食饭都系好难。而家就变咗多咗时间陪喺屋企，出去玩一下，一起食餐饭啊，即系家庭乐多咗。系啦，咁睇最后一张啦，就多谢 sister 啦，就有个培训中心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就上 Facebook 或者 IG 都揾到你哋，可以啊，成为最强嘅副业。咁今集唔该晒两位啦，咁希望都带到俾好多有兴趣投身于呢个事业嘅。可能男人都得噶喎，第二時係如果即其實真係冇性別歧視噶嘛，總之你做到得啦，你要開放一下啦，要諗下，考慮一下先。係嘅，因為咧始終店嗰個係女性係有啲問題嘅，係啊，咁但係咧就係不失咧就係當做嘅事業原來係都幫到人係好開心嘅，即係我哋做護士就明啦，係啦，即係。又话赚到钱，又帮到人，又有利是收，系好开心嘅事嘅。咁今集唔该晒咁多位，咁咧就希望你再嚟紧有啲学员系结出，或者你觉得我都想揾佢嚟访问嘅时候，你再话俾我听。多谢多谢。好啊，今集唔该晒，好，拜拜拜拜。拜拜